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比较特别，这集是看这个 John Cena 的这个冰淇淋，应该大家都有看过吧？然后这个我讲特别，是因为他们改编，在网络上他们把它改编改成一首歌，不知道大家有看过了没有？我还没有看完，我看到前面一点我一直笑，然后没有看完，我现在看完，然后顺便拍个视频这样子。然后我们首先先看那个原版本的，因为有些人可能还没有看过。看原版本的过后，我们再看那个改编，改成一首歌曲的。早上好，中国！现在我有冰淇淋，我很喜欢冰淇淋。但是，速度与激情就比冰淇淋，速度与激情就我最喜欢。所以现在是音乐时间，这应该大家看过准备，了吧？一二三，2个礼拜以后，速度与激情就为什么每次听还两个礼拜以后。2个礼拜以后，速度与激情就不要很忘有记感情要哎，说说的过去电影院看《速度与激情就》，因为非常好电影，非评常分好非电常影。好，差不多一样。冰淇淋，再见。OK，我们现在来看这个改编过后的《冰淇淋 Into the Night》。早上好，中国！现在我有冰淇淋，淇淋，冰冰冰。电视从你心中非常非常哎，这个好哎，哎，这个好哎，这个好哎，这个还有，这个人他改编过，他还有 AD 一下哎，你看还有这个《Fast and Furious 9现在是音乐时间。这是微博吗？它上面有个微博 logo，听说现在有微博账号，他画也不错哎，他画也真的。你要微博手机吃吧，我要我的手机，很多很多好浪漫，周末人说到浪漫是梦话，所以我吃西兰花，但是我有错，你必须了解，我知道浪漫不是广告，但是从你一起寻找冰淇淋之广告，我不知道到浪漫是梦话，西兰花也爱，我爱中国的中国人好爱。他有讲牛逼耶，真的有吗？他有讲牛逼吗？还是他这个改编，这个做这个歌人他自己加的。早上好，中国！现在我有冰淇淋，冰淇淋，但是速度与激情，还蛮好听的。这个歌，我爱中国，靠中国人去发声。也是我常能坚持慢速度与激情，因为非常好，不是国人。我爱中国，不吃冰淇淋，但是速度与激情就比冰淇淋更牛逼，因为速度与激情就是一种一种。前面唱好，他妈的！哇！Oh my god！我们给他改到这样，哎呦，这个专心呐，在网络上讲中文，给人家改到这么各种各样的版本。哦，完了。欸，其实还蛮好听的，改到还蛮好听的。我刚才有看到网络上有另外一个改版，但是没有那么好听，这首比较好听。它的旋律我比较喜欢啊，我个人比较喜欢啊。啊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更好听的版本，可以在留言区写给我，那个 link 连接放给我，和我去看一下，还有没有更强的版本，更好听的版本。好了，影片就到这里，拜拜。